所有兄弟来宾的支持，有请兄弟姐妹团们先回到座位不坐，谢谢你们。这里罗先生和周文小姐，欢迎你们来到属于你们的婚礼殿堂。婚姻代表的是一种承诺，代表着一生至死不渝的承诺，将表示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将一起生活，一起面对失败，也就是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将结束了甜蜜的恋爱生活，正式的步入了繁琐的婚姻世界。如果你们都为此做好了准备，那么请两位相对而立，看着彼此最心爱的人。有请两位在现场所有来宾的见证下回答我以下几个问题。新郎谢吕罗先生，您是否愿意与您面前这位美丽的女士周文小姐结为合法夫妻？从今天开始，无论贫穷或是富贵，无论健康或是疾病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你都始终与她相亲相爱，相依相伴，相濡以沫，一生一世不离不弃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！掌声送给她。同样的，新娘周文小姐，您是否愿意与您面前这位帅气的男士结为合法夫妻？从今天开始，无论贫穷或是富贵，无论健康或是疾病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你都始终与他相亲相爱，相依相伴，相濡以沫，一生一世不离不弃，您愿意吗？再次掌声送给他们好吗？感谢各位来宾的支持，此时呢，他们已经许下了属于他们的爱的誓言，当然也少不了属于他们的婚姻见证物，也就是专属于他们的浪漫婚戒。而此时此刻，我们的兄弟姐妹团将再次化身爱的天使，为他们送上爱的信物婚戒。来，有请兄弟姐妹们。这个专属于他们的婚戒将通过每一个兄弟姐妹的手传递到他们手上，而此时的婚戒也是挤满了兄弟姐妹们的祝福和恭喜。有请兄弟姐妹们共同将戒指传向我们的新人。送到新人手上的戒指已经是收获了满满的祝福和甜蜜，感谢兄弟姐妹们的鼎力支持，谢谢你们，我想替新人说一句，有你们真好。感谢所有的兄弟姐妹，有请你们先回到座位入座。此时呢，也请两位左手接着左手，首先有请新郎为新娘佩戴婚戒，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，同时你为他戴上的也是一份坚定不移的承诺以及一生不变的誓言。有请新娘为新郎佩戴婚戒，同样也是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。那么这一代表你肯定的面前这位男人的承诺，从今往后你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谢太太。有请两位向现场所有的来宾展示你们漂亮的婚戒，展示一下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刻。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今天是2018年10月29号，此刻请允许我郑重的宣布，站在各位来宾面前的是谢吕罗、周文夫妇，掌声送给他们。那么接下来，新郎，你可以欣赏作为丈夫的学弟，张开你男人的臂膀。
向前走一步，面向主桌的父母深深的鞠上一躬。父母们也请你们放心，而你们不会因为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而忘记你们。相反的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将我们的新郎也有很多话想对在座的亲朋好友们说。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新郎。首先，我们就来感谢在座的来宾，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这份分享，这份喜悦，给我们带来真诚的祝福。我今天最要感谢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位美丽善良的又能干的爱人。可以说我们从2001年认识到现在，整整六年还不多。这六年来，我带来的为了我们这个小家付出太多太多的艰辛和泪水。因为我本身工作经常长途在外，我们两个真是聚多离少，所以说两个人那么长途在一起，这份对于你的爱说，他是非常非常安全感和稳定的。所以说今天他能嫁给我，真的是叫他莫大有幸和荣幸的。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他。其次，我要感谢我的岳父、我的岳母，感谢他们这几十年来辛辛苦苦把我们养大，并且在今天这么多亲人朋友的见证下交到我的手中，感谢他们。作为女儿来说，我知道女儿就是父母的宝贝，父母的明珠，可以说。作为在家的话，父母都是非常非常的疼爱他的。但我相信，今天在我这里，将来不管我都会对他好，努力对他好，用心对他好。从祝我们的岳父岳母、岳父岳母，就是我们的爸爸，希望他身体健康。事事顺心，谢谢。下一个，谢谢。新婚快乐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举起你手中的酒杯，我从三开始倒数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新婚。今天的我们的喜悦，刚刚说过了满满的祝福和喜悦，那此刻也希望把这份祝福给传递下去。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朋友们，新娘手中的鲜花，我代表的是新郎的美好的甜蜜与祝福。而现在，我们的新娘希望把这份祝福给传下去。真的，我们现场的话发给老铁们啊。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想要的下一个礼物还是要给自己啊。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新郎，有没有什么？我没结婚了，我就上去了。王总，你好。
行，可以了，哥，好好吃，不要想要去展业了。放几个人？放几个人？尼玛的！观念还改不过来？什么观念呢？这句话的表意要从空中望望，也包容公开。也谢谢你作为人的美女，能请你先回到座位入座，谢谢。那么，尊贵的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今天是2018年10月29号，此刻请荣幸的郑重宣布，谢女士。